西双版纳是亚洲象赖以生存的最后家园，由于多年的保护，亚洲象活动范围逐年增大，与人冲突的频次也越来越多。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解决人象冲突的问题。我们构建了一套从终端到边缘到中心一体化的解决方案，强大的计算力使实时监测预警成为可能。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监测员在夜间都很难准确地识别亚洲象。这套系统建立了以后，让我们解决了夜间拍摄和长期影像的问题。哪怕就是拍到了一个耳朵或者一根尾巴，都能在很短的十几秒钟之内就把预警信息发送出去。通过系统的追踪和分析，我们能更好地掌握亚洲象的生活习性和它的一些活动规律。我们对亚洲象的食源地进行了优化，对农作物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，也物理性的隔离了那些攻击性比较强的象群。这不仅减少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，能为亚洲象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态基地，使亚洲象能重返自然保护区。大自然给了云南一份厚重的馈赠，我们用强大的算力让它变得更美。